只理发店。哦，哎，搿种老的理发店应该讲有的绣米啥物事吧？这边是理发店了。搿只理发店呢，老的理发店哦，绣老米理发看店到绣伐？米看啊。到伐？绣米啊！现在搿种手艺勿大看到了啊。老师傅绣只米几钿啊？绣个面5块。5块啊！我绣只米，我绣只米，侬要绣伐？我不绣，不绣。侬绣绣么好了？啊，侬搿侬懒大胡子勿绣胡啊？子蛮长了，这个。啊，绣绣。也不想，那侬要胡子，侬要保留嘛，侬不要修，对吧？侬不保留嘛，侬修。我修修，现在搿种修眉的搿种老手艺勿大看到的，啥么子10块啊？理发理发不理，我刚刚理好，我修个面，怎么进去啊？这里等啊，进去，我修着。5块里又勿贵的。对吧？5块里蛮便宜的，好，搿也是属于老房子里向弄出来理发店，租了啊，价钿贵伐？租金价格贵不贵啊？租了的价钿贵伐？两个房子好像4000一个月，几的啊？88块。修修面。这个老板，这种手艺找不到了哦。这种手艺没有了。是吧？你们老板也可以吧？有个，他发一两个的，很好的。小老板，你看看那里面的几个，我一直在这边啊。啊，是别讲个理论啊，那别叫你啊，弄菜也都弄菜，好像你听上你，我一直在这边理的啊。尽管第一时间只谈判，没有任何的。好多年了，好几年了，这家店好多年了，好几十年了，几十年了，哦哟，老店了。那是老店了，你看。进去了。你看看里面那个东西吧，最起码我跟你说，那配张轮子的吧，对，你看看凳子，一个轮子，你看看凳子就看出来了，老凳子了，这个凳子一看就是老凳子，你看那个老凳子，年轻的，这里面你很难找到，跟你说，这个刀光里没有的喽，都是刀片的。像一般像人家小年轻开的这种乱七八糟理发，哎，他不敢的，我不去的，我就是喜欢这种老店，他们搞不来的，搞不来的，你叫他搞的，你叫他搞这个东西，他搞不来的，小年轻，有的你叫他搞的麻烦了，这种店有情怀，就是说现在的理发店里面，你到里面花个几十块，有的他不会给你搞，对，那我跟你说，这个搞。搞出来，这是一个细活啊！还有一个什么？现在那个刀片光过了以后，它性质两样的。我在那边理了好多年了。不是说。你现在我老公都在你家。老师吧？73岁。73岁了。啊。他七十七。七十七啊！哦，可不是。七十七了。跟我老爸一样年纪，对不对？其他汽车呀？他们这批老的不干了以后，这个手艺就没有了。没有了呀！现在，下面没对吧？那像我的。哎，你当然像我的，房子费费嘛，当然像我的嘛，生意眼。来，拿个太子。不修了，搿生意为啥结棍？伊眼睛搿搭弄了，眼睛搿搭一弄搿没眼水平，弄勿进去啊！那我问你了咋？你俩上班也做，你这等下这趟这段辰光又上班了，那。我想去了收了摊。对呀，收了摊，他等了，他等没一个。我想去了摊了。弄一个扫把无赖。弄个椅啊。我行的。手机好扫吧？手机我扫已经啊，哎，已经师傅弄已经有啊，我放个调调。现金啊。现金。弄好一手机上好像也是。这个现金。干啥？我带钱。你就给我10块，我送给你10块。哎，那么讲，绣只面蛮适意哦。适意吧？你手艺还可以。手艺还可以。这老师傅手艺绝了，你眼睛搿搭个
一眼毛侪帮侬刮了清清爽爽。哦，是。啊，刮到眼皮里向头啊！侬一般性，你啥人管啊？哎。